好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些礼物感都谢可你以们，提感现谢，的，真的。可以提现的吗？谢谢谢谢，哇，谢谢又送来了个墨墨迹，迹，谢谢。哇，我太帅了，我的天！他不是礼物，他不是送了就会长的吗？他不会长那个粉丝的吗？谢谢送的玫瑰花，谢谢不谢知谢，道。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可以提现的，可以提现是吧？那就不要送了，帅哥姐嘛。这样的话，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是不是一直在关瞎子，就一直送礼物呀？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，帅哥姐们，不要送了啊！不要送了，不可以提现，到底可以提现还是不可以提现？谢肯定谢是不可谢以谢谢呀！谢送的墨迹，谢谢谢谢，哇！谢谢优和哥哥送的墨迹，感谢。可以，那我们两个等一下研究一下，研究研究。哇，谢谢桃花姐姐，哇，哇，热谢气球！谢谢谢哇同塞，志好可爱哥，啊！谢谢哇，同热气志球！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小仙女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帅哥姐们，哇，你们他真的，阿紫都感动了，真的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帅哥姐们送的，谢谢这个刚来的送的这个爱心，谢谢诱惑哥哥送的爱心，非常感谢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谢谢是帅哥姐们，可以提现的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那。抖音都可以那个的哦，谢谢帅哥姐们点赞，谢谢。你们还想听我唱歌吗？我再唱一首歌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，帅哥姐们？你们那么的支持阿紫，谢谢谢谢。你要唱什么？我给你放一首歌。再唱一首流浪歌吧。流浪歌。对呀，我们两个现在不是流浪者吗？是帅哥姐们，我再唱一首流浪歌给你们你听，会好唱不好？吗？对呀，我会啊。我还不相信呢！哇，同哇，志好多哥，花呀！我的天谢呐，还谢，还有。有桃花姐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们帅哥姐们，谢谢。对，我再唱一首流浪歌给你们听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感谢大哥大姐，对，感谢大哥大姐们，感是这谢。首歌吗？
好听就掌声起来，帅哥姐们唱哭了，你们不要哭啊，不要哭。加油，会的啊，会加油的。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加油。这样子的话，哥哥姐姐们影响不好。谢谢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点赞，你们要好好的，谢谢。对，来，不要唱这首歌了，我都哭了。好的，我不唱了，不唱了。谢谢送的玫瑰花，谢谢谢谢，不唱了啊，不唱了，帅哥姐们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加油。好的，谢谢谢谢，正能量。对，来，我们点一波正能量好不好，帅哥姐们？我们点一波正能量，然后还没有去给阿紫领这个黄色的爱心的，去领一下这个黄色的爱心。还没有给阿紫点点关注的，也去点点关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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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给阿紫点一波正能量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点赞，谢谢帅哥姐的点赞。正能量，今天妹妹替换了，对呀，子加油，好的，来给阿子打一波加油，好不好？哇，赞赞已经点到500,000了，帅哥姐们，来把阿子的赞赞点到100,000，好不好？把阿子的赞赞点到100,000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听哭了，子不要唱了，好的，我不唱了，不唱了啊，不唱了，因为这首歌呢，我以前在家或者在干嘛都是很喜欢唱的一首歌，但是呢，我到了现在到了这外面，我最想唱了，最想唱了，因为我感觉。把我自己的心情唱出来了一样，知道吗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背景墙，好的，好的啊，好的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把阿姨都唱哭了。说的一样，背景墙嘛。你们怎么都哭了呢？对不对？我看一下有多少叔叔阿姨是哇，千纸鹤，千千叔叔，有多少阿姨叔叔阿姨叔叔阿姨哥哥阿姨姐姐是被阿紫唱感动了的，扣个一。有没有叔叔阿姨哥姐们被阿紫唱感动了的？有的就扣个一好不好？正能量，好好正能量，对，打一波正能量，对，谢谢谢谢，谢谢点赞，哇，谢谢用户哥送的墨迹，谢谢。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。在读演绎的地方。在读书的地方。哇，那么多人都感动了呀，谢谢谢谢，那么多人都被阿紫唱感动了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妹妹听话了，对的，妹妹已经听话了。
哇，帅哥姐妹，来，我们把赞再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？帅哥姐妹，我们把赞再点到100万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阿紫不用你们送礼物，也不用干嘛，阿紫需要你们给阿紫点点赞赞，然后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给阿紫关注一下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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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赞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阿紫唱歌我们都哭了，太感人了。有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帅哥姐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你要坚强。好的，我会坚强的啊，我会加油加油。阿紫为你点赞。好的，谢谢，加油加油。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啊。正能量，对，我们在公屏上打一波正能量。谢谢谢谢。你们真的那么多人被我唱掉眼泪啊。那早知道不唱了，这样不好吧？谢谢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加油！好的，我会加油的。来，帅哥们，我们把赞再点起来啊！赞点起来已经60万了，快60万。然后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来关注一下阿紫，好不好？帅哥姐们，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给阿紫点点关注，谢谢。谢谢你们的关注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正能量，对我们。